为着考量到学生常常会伫校园内底空地啊佚佗，大英国校校长特别向县府争取设施步道，提供学童佮社区的居民运动休闲的安全场所。学区范围以好比南丁里、完比里以及顶平里的学童为主的大英国校，伫校长陈龙斌以及全校师生努力之下，办校的成果是真优秀。但是校园却常常因为积水、产生烂瓜梅。造成学童佚佗时非常容易发生危险，经过管护联动办理设置，目前已经完成步道的整修，整体校园更加美观，也让社区的乡亲到学校运动时增加散步运动的空间。感谢县政府提供经费给我们大荣国小，把前庭的两侧整建做个步道做一个完整的规划。以前在还没整建之前，前庭事实上每次下雨就会泥泞不堪，小朋友到前面来湿滑就容易跌倒受伤哦。那在经过了我们的前庭整建的工程之后，现在小朋友到前庭来游戏，事实上就会相对的安全很多。那我们真的也很感谢我们的县府提供经费给学校做相关的整建。那当然，往后如果社区的民众来到学校，能够来学校散步，或者是来学校走一走，事实上在学校里面走动也会比较安全哦。那当然，我们也欢迎所有社区的民众，大家能够来到大荣国小，那来走一走，大家也会跟大家，就是跟大荣的感情也会越来越好。陈龙斌校长啊，自从伊来到咱大荣国小呢，啊，带领所有的老师哈，啊，甲咱大荣国小这个校务啊，推动甲非常的好。哦，啊，阮嘛结合咱校友会、家长会全力来支持。伊个迄个教育个即个方针吼，啊，咱陈校长个做上来，阮大英国校呢，对阮大英国校贡献非常个大吼，啊，我看过上认真个即个校长，里长办公室个所有个即个努力，嘛会当支援学校，啊来整理一寡咱校区个即个环境，啊甲美化。里长李崇彦是俄罗陈龙斌是非常优秀的校长，不但办校成果是非常的好，每天上下课校长更加是亲自在门口口担任导护以及跟家长联络的工作，亲力亲为，让三里的里长以及社区的乡亲是都相当的感佩。新中华新闻江代静何美超报道。